车惊见种族歧视，少年羞辱警卫。澳洲的飞机上可能没有蛇，但火车上的种族歧视者倒是不少。在这段车上影片被上传至 YouTube 后，遭遇种族歧视言论起诉。影片显示17岁的 Kader 向一名黑人警卫发飙，原因呢？因为对方请他不要把脚放在坐垫上。The train is not moving. Do you want to come to Australia and learn some proper English? 这位17岁少年立刻抓狂，并且大骂了一顿，而他的朋友则在旁边一边大笑一边录影。终于在影片快结束的时候，车上的乘客不断地叫这两个喝醉的少年滚蛋。影片在他们下了车后结束。当然，影片立刻瞬间爆红。而 Kader 的反应呢？上脸书告诉大家别反应过度。他也要大家知道，他为身为白人感到很骄傲。